哎、欸，越来越多人了，真的吗？那赶快，哎、欸，后面的朋友，看什么书啊？不能画这样，别画这样。哎呦，加零金呢？跟大家推荐一下，学习上了一些现代台湾小说的课。这本《王真和》，大家应该看过电影吧？就是可能看过电影，就是《假装游客》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我看到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书，那所以大家如果有空，待会看完表演也可以进来参观一下。然后很多非常棒的台湾文学，可以大家进来看看。好，那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量好像有点不够。对，然后其实参加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哦，弹吉他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那什么事情比弹吉他唱歌更快乐呢？就是不用弹吉他，可以唱歌就好了，就更快乐。对，然后就是很高兴，因为我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抱着一把吉他，然后就是唱歌都唱不好这样。然后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吉他手可以帮我弹吉他。对，吉他手王明宏。然后这首歌从小时候其实就很喜欢。对，然后因为小时候年纪懵懵懂懂的，不知道什么情啊，什么爱啦、啊、对啊，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然后长大自己有能力了，当然也要唱一下这首歌。陈升的《不再让你孤单》。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你和我。对着你歌唱，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，只想轻轻听你呼吸，紧紧拥抱你到天明。
我不再让你孤单。可以不用弹吉他唱歌。